好，那成绩已经揭晓了，我们的当个月在七月份的 Top Sponsor 奖品来自新加坡的 Mr. Derek Chiu， 恭喜 Mr. Derek Chiu 啊！已经成为我们的奖品，在这个七月份这个 Top Sponsor， 所以呢，我们的 Derek Chiu 也是在线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邀请 Mr. Derek 来跟我们做一点分享。好，来有请我们的 Mr. Derek Chiu， 来自新加坡。听到吗？啊，非常清楚 ，Derek， 欢迎你，恭喜恭喜！大家下午好，我是 Derek， 来自新加坡。要跟你们分享，我是为什么会进入这个 THz 的这个 blower 的行业。其实，在六月中的时候，我一个好朋友燕燕，也是目前新加坡的 stockist， 就来找我，他说 ：“Derek， 我有想要把这个 THz blower 带进新加坡。”你有没有意思跟我合作，大家一起合作把这个东西带进来？我就告诉他，首先我要试了产品之后我才做一个决定。所以当他的 sample 来到新加坡的时候，我就在公司里面拿来吹，第一天吹，第二天吹，因为我本身有很严重的这个五十肩，就是这个 frozen shoulder，我连手都没有办法拿起来，非常的痛，痛到真的是入心入肺的那种痛法，你明白吗？所以我说我本身一定要试的，要是说没有效果，我怎样去跟朋友分享？我没有办法说服我自己，是不可能跟别人分享的。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完全一点效果都没有。我就跟他讲：“妍妍，你们给我黑，我没有兴趣做，因为这个根本我都帮不了我。”后来他们把产品带进来新加坡的时候，第一笔货是大概150只，他们在短短两三天就把那个150只推出去了。而妍妍就告诉我，哇，他说见证太多了了，我只是听了，因为我没有看到嘛。后来有一天，刚刚好我在进来办公室的时候，一个马来人，他是一个 Grab driver 来的，他走进来的时候，我的朋友就跟他拍一个 video 做见证，就问他是什么问题。他说他的手没有办法打开，整十年的时间非常的痛，他的手也没有办法伸起来，也没有办法蹲下去。他说他只吹了一次就完全好了。我心里想，哪里可能，我吹了几天都不好，为什么他只吹了一天又可以蹲？他就表演，很兴奋的表演，而且带了很多人进来。后来 video 拍完之后，我就问他，你到底吹怎样吹法？他说他每一个部分痛的部分他吹大概半个小时。哦，原来这样。我因为我只吹了三分钟，你明白吗？没有那个耐心，吹吹吹一下子就说算了了。原来他说跟我讲，他说我现在呢目前帮了很多人，他说只要我一吹那个人肯定买。我说这样厉害吗？我就跟妍妍借了一只吹风筒回家，就帮叫我太太帮我吹。这次不是吹三分钟了了，大概吹25分钟到30分钟，真的是大概吹了四五天之后，我整只手可以拿上来了。我说哇，真的是太过神奇了这个东西，我就有了信心，我就来跟妍妍说我要开始，想要说多了解来开始。刚刚好那天一个朋友来找我，其实我没有跟，不是要跟他谈这个 blower 的事情。他进来公司的时候，他看到泵吹在吹里面，他就问我吹什么，他就拿了一支吹风筒，他自己在房间里面就吹里面。我就走了出去的时候，因为我很忙，二十分钟我进来的时候，他跟我讲我要买三支。哎，奇怪，为什么他吹了整二十分钟，而且这个人他对钱很谨慎的，你明白吗？他不可能买三支的，你明白吗？原来他也有一点问题，所以我相信呢，这个东西是肯定帮到他的，而且他说他身边很多朋友有这个问题，所以 straight away 我就告诉我自己，哇，这个产品真的是它的 potential 非常的好，你明白吗？为什么呢？之前很多我有做过保健品，有卖过水机什么东西，任何一样产品，保健品尤其，你要看它的效果，你要时间的，几个星期或者整个几个月，你会才看到效果。但是这个东西我了解呢，只要那个人有问题，你稍微跟他吹一下呢，肯定他在很短的时间内他马上可以感觉到，你明白吗？
所以我带了很多朋友进来，每个几乎这样一吹而已啊，因为他马上看到效果，因为那个东西是烧的，你明白吗？只要有疼痛、shoulder pain 还是什么很太还是什么，在短短的15分钟、20分钟之内呢，他就说 OK， 我进场。而且我告诉他，刚刚好有一个朋友来找我，跟我推荐他的保健品。他说这个保健品非常的好，我就坐下来跟他聊了一下。我说你的保健品需要多久时间看到？而且它的价钱多少？他说一天你喝两瓶 ，OK， 一个人喝两瓶，早晚一瓶。我再算一算，我家里有三个人，早晚一瓶，三个人一个月消费要6000块的。我说是怎样？我跟他讲，我这支东西是一支 blower。全家的人可以用，而且下个月你又不用一直消费消费消费。所以他听了之后，我分析给他听了之后，他马上就进来了。所以从那边呢，我就非常的有信心。为什么呢？我有几个朋友一进来的时候，同样的他坐在那边一吹那个光，我说你什么问题的？他说我的问题是10年的问题，用以前他抬什么东西扭伤到。他吹了15分钟他就买了一支。他说，我说你现在看到效果吗？他说大概有 10% 这样了。两个星期后他回来，只是前几天的时候我看到他，我说 Raymond 这支东西，他说哇非常的好。我说好到怎样？他说 95% 的疼痛没有掉了。所以呢，我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告诉我自己说，哇，这个市场真的是太，这个商机是真的是不得了。为什么呢？第一，它不是很贵，200多块美金，每个人都负担得起。第二，它的效果是很快的，你明白吗？所以我当我跟很多人分享的时候，那些有些是跟他讲事业的时候，我说一支这个 blower 你可以做国际的生意呢，一支这个 blower 而已。所以每个呢就听了都，因为我也跟他们分享说，你仔细的看一看，我们身边的人每个人几乎都有问题的，不是脚痛、手痛、头痛，什么痛都有。我说，而且医疗费新加坡是非常的昂贵。我就跟他们讲了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发生在2年前的事情，只是稍微脚痛一下而已呢。我说哇，看了很久都没有办法，就去看医生。那个医生一看，他跟我说，哦，你的问题啊，正经，我用shortwave 就是一个什么电波来跟你治疗。我就问他说多少钱，医生他说1200块四个疗程，一个疗程是15分钟，就是4次了，就是稍微说一次是300块。他就说你躺在床上我跟你治疗，他就拿了那支棒这样跟我这样稍微15分钟而已，他就说做好了了。我说医生，我是两只脚痛呢，为什么你跟我做一只脚？他说一只脚是1200，两只一只脚是1200。他跟我讲的费用是讲一只脚，就你想一想看。所以现在我想回，这支棒比他的不懂什么电波好不几十倍，你明白吗？而且他做一次15分钟，我可以买一支，而且这支东西我带回家，我带去哪里都可以跟每个人做。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产品，你明白吗？也在此我要借这个机会感谢公司，也要感谢妍妍介绍了我一个这样好的产品，而且给每个人会带来了一个很好的创业的商机。 OK， 谢谢。 OK， 非常感谢来自我们的新加坡的 Derek Chiu， 他就是我们上个月的 Top Sponsor。 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公司在默默在整理着这个 Top Sponsor。然后刚才我们从我们的 Derek Chiu 我们的 Top Sponsor 学习到了，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么棒的产品，产品不只会说话，而且会唱歌会跳舞，对不对？只要给他们去试，肯定啊，你可以看到每一个人人见人爱啊，一体验肯定用上产品。所以我相信就是因为 Mr. Derek 不断那个朋友讲下去，然后呢这样就可以成为我们 Top Sponsor。 所以在座的每一位，我相信大家都掌握到这一点了。所以呢
分享产品其实是很重要，所以刚我们讲到这一点，对不对？所以呢，谢谢你，我们的 Director， 我们的再次恭喜你啊，成为我们的这个月的sponsor。那些还没有达成的没关系，然后我们再看看，其实呢，把它列出来，我们的这个啊怎样来合格呢？其实非常的简单，就是我们是用这个推荐的方式嘛，直推，大家可以看看一下，如果错过，我们八月份还在进行中，我们的爱力网这个指标，这个直推的这个锦标赛。其实呢，就是您只要在一个月里面，就在八月份完成这个直推的任务，那这个 Top 10呢，其实用这个排名呢，是用直推的总配套 PV， 以 PV 为标准啊，它不是说那些不是你 sponsor， 它 based on 你直接 sponsor 的 placement 那些不算，而且是用一个户口，就单一户口计算为合格者。所以呢，在线上的朋友们，大家可以继续努力。那可能在线上的呢，下一次下一个月就是我们下一次会议的时候，在九月份我们就会公布八月份的 top sponsor。所以呢 ，Derek， 我相信你可能今天会遇到有一些挑战者，可能要 challenge 你了，所以你还是可以继续保持。包括在我们的年底，我们都有一个最一年里面呢最高的 top sponsor， 我们还是会给出这个奖励的。好，所以呢，啊，一起加油！谢谢你 ，Mr. Derek。好，现今社会，人们面对着各种各样的健康危机，包括十大健康杀手。而根据统计，全球有54%人口正面对着这些疾病的死亡威胁，患上慢性疾病的人越来越多。归根究底，就是这些病不容易被根治，而只能依靠药物减缓或压抑控制。当害怕面对病魔的侵害，人们才开始注意饮食习惯，关注生活作息，并且服用各种保健品，其实有时候已经太迟了。尤其是现今时代环境已经备受污染，而且充满各种各样病菌。当病患在承受着这些疾病的折磨时，他们的家人也一样承受极大的压力与痛苦。所谓一人中风，全家发疯，不是没道理的。因此，我们必须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法，让自己重获正常健康生活。而这一切都将聚焦于我们人体最基本的组织——细胞。许多疾病的源头其实就是来自于细胞的问题。寒湿淤堵、经络不通、免疫系统瘫痪、身体血管堵塞、细胞发炎及变异等，都是导致严重疾病产生的祸根。由爱力网国际集团所推出的真爱宝太赫兹细胞理疗仪，是开启人类健康的新时代产品。太赫兹波的波段位于远红外线与微波之间，波长是30至3000微米之间，和人体细胞所发出的波长一致。照射时发生共振，能迅速增强人体细胞能量，激活惰性细胞。辐射能量仅为阳光的40分之1，手机的1000分之1。根据科学家研究表明，对人体毫无危害。太赫兹波强大的穿透力，能穿透皮肤20至30公分，直接进入脏腑，到达骨髓，快速疏通经络，疏通淋巴，改善微循环，排寒祛湿，软坚化结，滋养肌肤，修复组织，呵护脏腑组织，进而达到强化细胞自愈力的效果。其原理是打通血脉管道，解决血管阻塞的问题。真爱宝细胞理疗仪及太赫兹、量子、光学石英三大技术，核心部件水晶能量管融合了100多种微量元素，一体成型。通过中科院、中化所权威机构检测认证，并获得国家知识产权专利认证。真爱宝细胞理疗仪就像探测仪，具有智能识别细胞好坏的功能，好的恒温通过，坏的瞬间升温，把它液化，通过汗液、大小便排出体外，对于三大亚健康问题特别有效，分别是炎症、皮肤病及淤堵，对人体疾病产生预防和保健作用。真爱宝细胞理疗仪的十大优势分别为：一走，走身体的奇经八脉；二扫，横扫身体的12经络；三刮，刮去体内有毒有害物质；四除，除去不属于身体多余的东西；
五搜，有扫描的功效，可以找到身体潜在的疾病。六通，打通经络和淤堵。七排，排毒素。八条，调五脏六腑，调节免疫力。九补，补充人体阳气。十修，修复细胞和组织。爱力网国际集团拥有经验丰富的管理层，致力于推广太赫兹波技术及生物理疗。我们拥有稳定的发展基础，以及全方位的十年市场发展蓝图。随着大健康趋势高速攀升，太赫兹波技术及其产品将会更多的人重视与健康机构的认同及支持。爱力网集团期许为更多人带来健康福音，提升大众健康知识，远离疾病危害。使用真爱宝，恢复好细胞，你的健康由你决定。让我们共创真爱宝太赫兹生命时代。